非是小乘第四十三。佛告慈氏：汝观彼诸菩萨摩诃萨，善获利益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瞻礼，如说修行，当知此人未得大利，当或如上所说功德，心无下劣，亦不共高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，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，应当爱要修习，生稀有心，于此经中生导师想，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，得不退转，即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，当起精进听此法门，为求法故，不生退屈谄萎之心，摄入大火不应已毁，何以故？彼无量亦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不得违背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应求此法。受菩提记第四十四。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，当有众生执诸善本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有彼如来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摄取受持，当获广大一切智智，于彼法中广大圣解，或大欢喜，广为他说，常要修习。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，若以求现求当求者，皆获善利，汝等应当安住无疑。众诸善本应常修习，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，成就牢狱。阿以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一门，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，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，不生忧恼，乃至昼夜思维比刹，及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，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亦能超过生彼国土。世人已曾执过去佛受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同所称赞，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